盛开，游客赶在过年前一赏美景，沿路都是又大又茂盛，非常的美，很值得，很漂亮，前几年都还要漂亮。尝一下喽，豆口味花生红豆芝麻，不止赏樱花，还有道地的小米马吉，三种口味任君选择，搭配着咖啡看风景，堪称清幽的文青路线。同一条路上，马家乡公所也赶在过年之前开放了屏东庄武道路，邀大家逛古城。千年古城旧法湾部落，走访着排湾族文化，保存完好的石板屋、石板步道，每天限量开放250人上山，得事先网路登记。除了屏东，在台南过年期间总是爆满人潮的观光景点，防疫考量下有总量管制。有的管制，我们按照每个古迹区它的一个腹地的大小啊，会做人流的一个管制。同时在我们文化局的官网上有所谓的及时的人流的一个管制状况。那会半个小时就会更新一次。有卖票的景点售票口就会有专人提供资讯，没有卖票的台南市政府也会要求得有专人在人潮拥挤的时候举牌示警。过年走村选择多多，但是怎样玩得尽兴又安全，出门前考量清楚。三立新闻朱俊杰、王少伟、朱雨荣综合报道。